那时候有一点紧张啊，知道。高兴吧？高兴不高兴？高兴不高兴？我是丽珍，是不是啊 ？OK 了，知道吼？若慈，他知道我的了，每天都来了，每天都有来。哦，妈妈哈，每天都有来看你，对不对？哈，哎，那你看他们一家人都来看你了，啊。来跟你拜年了，啊？早知道他的脸部表情是什么样子啊？留作纪念呐、啊，对不对？啊！刚刚去公园是不是？啊？刚去个公园，有没有？这里很痛吗？痛不痛？这里痛不痛？痛不痛？不痛，痛痛痛啊，痛不痛？痛啊，会痛啊，啊，那要按摩哦，我给你按摩，再给你按摩，你现在还请人来按摩吗？我请了三个月了，已经按摩了三个月。哎，对。不是，他做个复健也可以。好了，可以回去了，要回去了、要休息了。哎，要休息。因为他已经坐，已经起来，从他刚刚说九点多就出来了。九点就出来。对对对，他两个钟头就要换个位置，换个姿势。哎，好，请他们把你放上床，好不好？好。